锅味的香气整个是喷发出来，超爆了！我觉得他们拉面就每个口味都是经典，哦，真的很爱这碗哎，怎么办？我现在很想尝试一件事，这个他们刚提供的这个红烧牛肉面哎，欢迎收看《城市早出》系列拉面特辑 Part 2。没错，我们上次台中拉面特辑播出之后啊，收到非常多热烈的回馈，才发现。 原来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是拉面控哎！这次呢，我们决定要离开台中，到其他的地方去吃好吃的拉面。这一站，我们就决定回到我们最熟悉的台北。好痛！抱歉。这次影片呢，我们非常开心可以跟 VeggieCare 合作哦。它是我们大概在2、3年前就认识，而且一直都非常支持的品牌，完全是为了素食者设计的。而且他们的胶囊成分完全都是全植物性，而且连它的那个胶囊本身也都是纯。哦，对，没错。没有做动物实验，又是台湾在地品牌，所以我们一直以来真的都非常支持啊，也会推荐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像我们这次为了要拍台北拉面特辑嘛，我们就特地规划了大概3、4天。 来台北，一次把它拍完。那想当然，我们一定是天天都外食，天天都要吃拉面。对，每天都要吃拉面。对，这个时候真的非常需要它。我们现在刚吃完早餐，来吧，1人2颗。拉面の旅始まるよ。第一站带你们来到的是目前我们心中排行最好吃拉面之一——五口小厨。 位于迪化街商圈后半部的静谧小巷中，仿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更给人一种怀旧感。下回来到迪化街，不妨来这走走，吃着拉面，喝着咖啡，享受着古色古香的轻松氛围。这家店呢、他们有卖拉面，然后还有卖咖喱饭，还有卖一些就是小点心，然后甜点、饮料都有，全方位经营。对，他们的咖喱饭好吃之外，我觉得他们拉面就每个口味都是经典。 最大特色就是他们的汤头是用燕麦奶去熬煮的，对，然后它除了那个燕麦奶的香气，还有蔬果的那个高汤的甘甜味之外，还有坚果的香气。你知道我们就是在家里面很喜欢用那个坚果酱嘛，就是那种坚果的香气，所以它的汤底应该是有炒过那个坚果。对，它在出餐之前其实是会先加他们自制的坚果辣酱。 然后去冲进那个燕麦高汤，对对对，那个辣的香气就会直接喷发出来。但他们汤底本身其实不会到特别辣，他们最辣的地方是上面那一坨。我刚刚单吃一口，就是其实还蛮重口味的，但是它川味的那个香气来源就是上面那一坨，就是让我想到会有点在吃麻婆豆腐的那个酱。其实吃得出来，就是它有用新猪肉、辣豆瓣啊，然后还有那个自己炒的那个辣椒，反正我觉得这个酱真的很经典。然后我觉得你不太敢吃太辣的话，可能可以跟他们讲调整一下。像我就是先把它拨一边，然后先吃。 面的汤呢，他上桌之前啊，老板会淋他们自己炼的那个辣油，然后还会撒上自己做的七味粉。你知道我上次来，我就觉得，他们的七味粉特别的香。丝瓜就是直接去煎，直接去干煎，然后煎出它那个香气，它里面的那个鲜嫩多汁还是保留着，然后上面再撒上他们的七味粉，真的很正点。就算这一整碗没有主料，有这个丝瓜就够了。哦，真的很爱这碗哎，怎么办？哎，等一下我先讲一下。 我们对不起，你知道他们的拉面口味真的很多，但我们每次来就还是点川味蛋蛋，还有青柚胡椒。因为我以前在吃荤的时候，其实就很爱吃柚子胡椒系列的拉面。转吃素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青柚胡椒，真的是我挂保证。挂很重哎，真的，我就是挂保证，因为这个真的太好吃了。他们的汤头其实就是原味的燕麦奶拉面，然后再加上老板他自己特调的青柚胡椒酱。这个青柚胡椒酱，老板说他们是用韩国的那种柚子，会有点像是荆棘，它就跟台湾我们一 一般看到的那种柚子不太一样，然后再加上胡椒以后炸成泥，再冲入那个燕麦高汤，所以你在喝这个高汤的时候，真的是喝得出燕麦奶的香气，再加胡椒的辛辣，然后再加柚子的清甜。哦，这碗它真的就是辣，就是很典型的那种川味的辣。这一碗也辣，但是它的辣是胡椒的那种微刺激的辣，对对对，微刺激感。我觉得这个对可能不太敢吃辣的人，应该是蛮适合的。他们其实每一款拉面的配料都差不多，就是会有蛮常见的像木耳啊。 豆芽菜，或者是会有一些绿色的蔬菜，然后它会把它剁得碎碎的，再加上出餐前他们会放一大坨的那个碧玉笋，所以看起来就会有那种葱花的错觉感。然后这一碗青柚胡椒啊，他们里面附了丝瓜之外呢，还附上素叉烧。可是我觉得这素叉烧吃起来就偏普通，所以如果不太喜欢的话，也可以跟他们说就不用加。我自己个人也是比较喜欢那个丝瓜，对，这一碗面真的大推，我觉得超喜欢的。这一间带你们来到的是本着3种坚持所制作的手工拉面，又称3本拉面，选用台湾的在地食材，变换出道地的日式风味。至于为什么3本在台北能够屹立不摇这么久，我想你们吃过就知道。 它这个面很会吸汤哎，对，然后这个汤非常越喝越浓。他们汤底的甜度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期很多，因为我本来想说番茄可能就是比较偏酸的那种，结果没有，它就是超爆甜哎，超爆甜，真的有点意式的那种风味哦，真的哦。甜度那么高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选用的是完熟的番茄，那所谓完熟的意思就是它在树上嘛，番茄是长在树上嘛，对啊，番茄树啊。哎，我是。 完了，你没有看过番茄的人？有啦，有看过。然后它就是在树上，就完全熟透才会摘下来。对对，熟透的话，它的营养素跟它的甜度才会是达到最高值的。对对，所以它拿来熬汤的话，这个甜度是很自然的那种鲜甜。然后他们这间店啊，就是刚刚有跟店长聊过，就他们的老板其实在宜兰有一块地，然后他们是宜兰的在地小店里面的很多食材啊，都是从宜兰那边送过来的。对对对，产地直送。然后他们老板还有特地飞到日本去学面的嘛？对，这个面。对对对，因为我们。 我刚放有点久了，但这个面它的 Q 度还是在。然后据说他们这个面是兰州跟日本的拉面做个结合，对，所以它吃起来是有那种日本的 Q 度，但又有兰州拉面的那种延展性。现在是因为疫情，但如果疫情之前的话，可以看到师傅在那边就是前面制面，对，很可惜，可以现场看到。他们配料其实我觉得给的蛮大方的，对，我觉得算大方。对，因为你看像。 杏鲍菇就有好几片，然后还有一大坨的金针菇、深绿色蔬菜跟木耳，然后还有豆腐，就他们的主角算是豆腐，一般来讲是配百叶，对，百叶算是他们家唯一的加工品。那如果真的是非常追求天然的话，可以像我们就是改成那种中华豆腐，然后吃起来就会比较嫩，那也是有炸过，所以其实口感也是不错的。而且我很喜欢那个豆腐炸完之后，外面的面衣会吸那个汤汁啊，对，对，一起吃的时候，这样吃很好吃。 超爆浓，我觉得那个菇味很浓，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会有点害怕菇味，可是我觉得……等，帽子可以拿掉。好，等我一下，可以吗？好了啦，可以。菇味的香气整个是在你喝进去的时候完全喷发出来，它是用冲的，对，它真的是充斥在你的口腔当中。本身是一个害怕菇味的人，可是我觉得这个我完全可以接受，因为牛肝菌它本身的香气就很迷人。我要知道，那这个金针菇放在这个汤底里面，真的是加菇。 加分再加分，然后我现在很想尝试一件事，这个他们刚提供这个辣椒加进去，因为他们说这样子吃进去会有牛肉面的感觉，居然会蹦出牛肉面，给你吃吃看，因为我没吃过牛肉面。靠，红烧牛肉面嘞！哎，我觉得这加起来很像红烧牛肉面哎，红烧的就真的是红烧。哎，我好喜欢了，我觉得加进去更好吃，更好吃。你们真的不考虑要卖这个吗？ 就是它是大概这样2/3，就我们会拿来拌面，然后这边最后建议客人拿来煮汤。哦，可以冲。因为那个香葱超香，超香。对对对。好哎，好开心哦。哎，等下我们去泰式按摩好不好？哦，可以啊。马杀鸡。你在干嘛？我在补充啊，早上不是有吃了4颗，那最后4颗。我刚好用完。对，然后我就直接用这个把它补进去。我就可以顺便。对。 捡起来，3秒，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还蛮注重环保的。妈妈那边的亲戚大部分都吃素，他们也都是长期订购 VeggieCare， 然后 VeggieCare 他们只有1次订购的时候会提供这种罐装，对，然后外面还有个很漂亮的包装盒。但是第2次之后呢，他们一律都是用这种牛皮纸袋的小包装寄送，就可以省去瓶瓶罐罐啊，还有外面那个包装盒的浪费。我觉得这点还蛮不错的。可是其实我有问过他们，我觉得想说，如果第2次都可以用这种牛皮纸，为什么第1次的时候就不给牛皮纸？他们是说，因为它这个算是偏保健食品类的东西，所以它在那个哦，对，它其实算是保健食品，所以在它是保健食品哦。好啦，它在那个纸盒上面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吃，然后它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什么的。它这个是一定要告诉消费者，所以在第1次的时候才会坚持一定要给你玻璃罐跟纸盒包装。 位于文山区的有面子开幕至今不到半年，没想到生意这么好。菜单品项超级丰富，除了招牌的拉面之外，还有供应着各式风格的料理，全是老板的精心研发。我觉得这个比上次很好吃。比上次就我们第1次来的时候是吃他们的有面子拉面，对，就是单纯的燕麦奶汤底。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层次更丰富。它这个是黑色幽默，里面加的是他们自己研磨的黑芝麻酱，整个让人食欲大开，颜色很漂亮。嗯，因为黑芝麻嘛，它本身的颜色可能没有那么黑，所以他们还有自己再加了一点点竹炭粉，所以整个颜色是非常非常的。 黝黑会发亮的那种，然后里面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层次很丰富的原因是他们的燕麦奶糖底跟葱搭配起来，会有一种就是很特殊的香气。如果可以吃五星的话，我觉得真的一定要加葱。它上面的配料就是有草菇，然后烤节瓜跟油渍番茄，就上面这一片很大一片。我觉得这片是就是画龙点睛在味道上面，跟汤头融合起来又是不一样的风味。对，之前会觉得吃到后面会觉得有点单调，但是这个不会。而且这一碗的芝麻是。 是完全我可以接受的。对你这个人不吃芝麻。对，因为我其实超怕吃芝麻。这一碗就是不会让你觉得你要在喝芝麻糊，因为它那个芝麻味道很浓郁，它就是芝麻的香气，然后跟燕麦奶融合的非常好，然后再加一点这种意式香料的风味，所以这个汤头是很有层次，然后会喝不腻耶，会让人就一直想喝。对，一口接着一口。然后他们的面是这种很细很细的拉面，超细的，就是我们吃过那么多拉面店以来。 对，我觉得是最细的。这间店很特别，就是它除了卖日式拉面之外，还有卖意式的意大利面、咖喱饭还有盖饭之类的。然后我们上次点他们的盖饭上面的这个鸡排，让我们超惊艳。哦，对对对。虽然这个是拉面特辑，我要给它吃一下。那个鸡排很强哎，那鸡排真的是神。对，它不是塑料，它是豆包，就是那种厚厚的豆包，然后外面裹粉去炸，炸得非常非常酥脆，但是很像卡拉鸡那种。 很像，它真的非常像，而且我觉得它里面那个豆包真的处理到非常嫩，而且是有先腌过的。对，它里面豆包很有味道。然后外面的那个粉浆炸过之后，3.65块，65块这样一大片，分量还蛮大，我觉得就跟在鸡排店买到的分量是差不多的。这就是极爽的表情。哎，他们这个真的是，你们真的来这里一定要点。我觉得这个就是回忆，这个真的是回忆。 老板其实是本人，就是那时候发现他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员工吃素，然后那个员工的妈妈因为他吃素，就买一大堆瓶瓶罐罐的给他，就是硬要他一定要补充。怎么感觉跟我一样？你也知道啊？对，因为我一开始跟我妈说我要吃素的时候，她就说你要吃素，可是这样很不健康啊。然后结果我隔天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桌上多了3罐铁剂、钙质、B 群。我一开始有吃，可是我吃大概不到3天我就不吃了，我觉得很麻烦，你知道吗？那个老板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发现那个员工这样瓶瓶罐罐。 就是吃下很麻烦，所以他就是为此就研发了这样子 all in one 的综合胶囊，于是 VeggieCare 就这样诞生了。哎，刚好是你的故事哎。对啊，所以当我认识 VeggieCare 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因为它就是很方便的。我每天就是不需要担心我哪一个会缺哪一个会缺，我只要吃2颗就够了。对，2颗就可以补充你一日所需的50%。对。那另外50% ，VeggieCare 其实也很注重用饮食去摄取，就原型食物去摄取，这其实比较符合我们的理念嘛。对于营养补充。 这个想法就是不能全然只靠营养补充。对。